就是咱也搁用新的字，哦，是即个道化之用。那么是伫即个道化之用，咱所做即是道化，性的道化，咱即是一百，一百，它是了。伊那个是原文那个，是不是说啊？就因此就过去的该做出的生活团圆，今仔咱生活先得着，即个经文先应用，但是即个经文先应用。书中讲的，过去书先挂到，那么想出来的，今天你看他。